钓鱼是一件非常考验耐性的活动，但是当你钓到鱼之后，心情一定会非常开心。而美国河中巨怪节目主持人杰瑞米经常挑战极限，平时就喜欢发掘奇怪生物的他，这次又会发现什么呢？果然是经验丰富，才一会儿功夫就有鱼上钩了。而且看这鱼竿弯曲的程度，估计这次上钩的又是一条大鱼。但这条鱼的力气实在是太大了，他一个人不能将它从水中拉起，只能先将船开到岸边，然后把这条鱼拖到岸边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是将鱼拖到了岸上。这条鱼果然不辜负大家的期望，是一条体型庞大的黄鲷鱼，长度已经接近一公尺，有100斤左右的重量。This is a fish that until recently I didn't even know existed. The Chucho de Rio is unlike any other ray I've come across. Okay, 50, 53.